大家好啊，啊大家好啊！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感觉到特别奇怪的，就是这个退休的常委啊，张高丽这个人和这个网球明星彭帅的事情啊，闹的是全世界都知道啊！国际奥委会、国际网球协会啊，各种网球公开赛、啊、都在把这个事在炒的是，地球人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很大的一个政治丑闻，对吧？ 但是张高丽啥事儿没有，真的啥事儿没有，这可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啊！而且彭帅这个人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公开的把这些话就就抖出来了，对吧？你说彭帅换一个人的话，如果是把张高丽这么大的人物跟他约炮的事情抖抖出来的，彭帅肯定就是死翘翘了呗。结果这个彭帅也没有扳倒张高丽，嗯、呃，张高丽好像也没有扳倒彭帅。 这里面是几个意思呢？不大对头啊，是不是？以前还说这个张高丽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习主席给他打电话说：“老张啊，身体不错啊。”这个彭帅是网球明星呐、啊，是一身的腱子肉啊，味道不一样嘛，肌肉发达嘛，是不是？跟他们家这个这彭援的一身的这个肥膘是吧？一身的五花肉不大一样嘛，是不是？哎，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哦。 这所以看不懂的、啊，真的，搁任何一个人，你你你，他不，他不仅仅是一个，呃，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的一个桃色新闻，它是一个国际的外交事件，是一个全球的丑闻，你总归要回应一下的呗，啥事儿没有，张高丽牛逼哄哄的啊。 今天呢，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情报啊！原来张高丽身世了不得呀，是不是？怪不得彭帅扳不倒他，怪不得这个国际奥委会啊、国际什么什么网球协会啊、什么各种各种人物啊、各种牛逼哄哄的都都扳不倒他，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先把这个所谓的一个惊人的家族的裙带关系啊，这个被。 被这个北军翻译局的一些个牛逼哄哄的人给曝光的这么一个裙带关系，跟大家说一说啊。说这个天津有一个大公司叫瑞海，瑞海公司的董事长呢叫李亮，李亮的父亲呢叫什么？叫李瑞海啊。为什么这个公司叫瑞海呢？就是李亮的父亲叫李瑞海。那李瑞海的哥哥呢叫李瑞环，知道吧？那李瑞环的这个。 这个弟弟李瑞海是吧？他的儿子叫李亮，那李亮的妻子呢叫什么呢？啊，叫张小燕儿是吧？张小燕儿的老爸是谁呢？是张高丽是不是？说张高丽的妻子叫什么呢？叫康杰。 因为说的这个康杰上次说过的啊，说这个张高丽在里面跟彭林彭彭帅就在那里吭哧吭哧，挥汗如雨啊，这个吃点点伟哥，身体还挺好。完了以后呢，张高丽的老婆呢，在外面呢就帮他看门，是不是？就是给他，给他，给他，给给给他这个什么。 打点这个各种这个后事是吧？这个是相公啊，你累不累啊？要不要我进来给你送点儿水喝呀？一粒尾根够不够？要不再加一粒嘛？是不是？就在外面给他给他照顾，这这多好的一个妻子呀！是不是？自己老婆在外在里面搞女人，他在外面帮他望风看看,看哨，是不是？帮他送水、送毛巾、擦汗、擦背。 当时就有人说，那为什么不一起上呢？三 P 多好啊！那不一样、啊、那张高丽的老婆多大年纪了？能跟彭帅能能能比吗？是不是？那不能比呀！那跟不丢丢人吗？是不是？啊！这话终于明白了。张高丽的老婆叫康杰，康杰的原名叫邓楠，邓楠的爸爸就是邓小平呗，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真是惊呆了，真是。 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力啊，真是限制我的想象力。邓楠我们知道的啊，长得跟彭丽媛一样的，也是一身的五花肉，挺胖的啊，但是五官还不错。就是我一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哇，说邓楠这个虽然个子不高啊，像他爹。但是我们是在这个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发了几张照片。 那个时候，邓楠就陪着他的爹邓小平去南巡，是吧？我们就看到邓楠的五官长得还挺清秀的。在在邓小平的这个亲人里面，孩子里面，他应该是长得最好的，比什么邓朴方啊，比什么邓芝方啊，比什么其他的几个人都长得好看一点啊。说邓楠呢是嫁给的张高丽，然后呢避为了避嫌就改了一个名字，改成叫康姐，就这么免得啊张高丽。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啊。 这个中共啊，里里外外都是赵家人，他们都是一伙儿的，真的都是一伙儿的。所以我一直我是特别奇怪的啊，就是、说张高丽这个人呢，他他妈的没什么背景，以前我们不知道嘛，嗯，但是他就一路就这么就这么飙升，最后一直做到常委哈，做过广东省委书记，做过天津市委书记，是不是？说这个。 在邓小平搞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起色。后来江泽民上来以后，很快就蹭蹭蹭就上去了。后来胡锦涛也特别买他的面子啊，也也给他面子。所以张高丽到底有什么背景，他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而且他没有任何的政绩，这个人啊，当时有两个张嘛，一个是张高丽嘛，还有一个就是张德张德江嘛，是吧？ 哎，说是张德江是说是胡锦涛看中的人，因为张德江呢是毕业于这个什么金日成大学，朝鲜金日成大学，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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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的那种东西他挺熟悉，中国需要这么一个人，胡锦涛喜欢这样的人，但张高丽真没有听过任何的说法。搞了半天，原来张高丽的呢，我们我们再复原一下，张高丽的老婆叫康杰，康杰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邓楠。 啊，张高丽的和邓楠的两个人生了个小孩儿，叫张小燕，是不是？也是等于是邓小平的喊邓小平喊爷爷喊外公的呗，就是就是邓小平的外孙外孙女儿张小燕，是吧？就嫁给了这个李瑞环的弟弟的儿子叫李亮，李亮呢在天津呢就成立了一个大公司叫瑞海，<laughs> 明白了吧？就这么一个情况，哎。 真是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啊！张高你搞了半天，竟然是邓小平的女婿，怪不得彭帅扳不倒他啊！这真的是一个惊人的家族裙带关系。所以有些事情呢，我们不要那么的傻，是不是？所以我一直说的，共产党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一伙儿的，他们都是裙带关系。这个东西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到了这个级别以后啊，啊、嗯，你必须要有一个叫贵族的血统，知道吗？贵族血统，红色贵族嘛，你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是不是？你看这个，有有的时候有一两个例外，不多，真的不多。比如说当时这个薄熙来找老婆，第一个老婆也是一个。 赵家人也是一个红一代的人，是吧？孩子后来离了婚，又找了一个谷开来，谷开来的家里面也是一个红一代的孩子，他们都是裙带关系，都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那个谁，彭丽媛是一个例外。彭丽媛家里面就没什么关系的嘛，但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呗，她有名呗，她吸包子贪色呗，是不是喜欢这种明星呗？所以呢，彭丽媛算是一个例外。 所以这个地方，张高丽等于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以前看的一个小说，是吧？叫做什么？叫《红与黑》。张高丽本人是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出身和背景的，但是这个人很牛逼，他会巴结，他成功的变成了邓小平的女婿，从此就步入龙门，进入红色贵族的圈子。 然后呢，就步步高升。这这共产党里面有些个东西，你一定要搞清楚。有的人是是天生就高贵，天生就是红色血液。你如果自己没有红色血液，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要，要要要要通过这个什么生殖器革命，要进入红色血液。所以张高丽是人生最成功的，就是他的那个牙签儿啊。然后呢，自己睡了这个邓小平的女儿，是不是？完了以后呢，后来又睡了这个网球明星彭帅。 那当然呢，人家是一场成功的牙签革命呢，很牛逼的啊！这种人真的很牛逼的。我生活中遇到好多这样的人，他们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他们呢，这个这个牙签革命呢也搞得蛮好的，就成功的扭转了自己的屌丝出身，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么想过的，我自己家里屌丝一个，能不能够，呃，能不能够找一个，啊，出身比较好的这个女人做老婆啊？哎呀！ 可惜没有这个机会。我现在还记得清楚，有那么有两个女孩儿，啊，都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县委的领导啊，对我有点意思的。啊，但是呢，后来看我们家里没什么任何的条件，我他妈也是一屌丝，是吧？嗯，他们也不知道我会写文章，是不是？哎，他们估计要知道我会写文章，估计早就我就把我收编进去了。后来我们那个县里面那个领导，他的女儿，找了另外一个我们跟我在一个学校的数学老师，真的。 完了以后，那数学老师后来又调到这个我们那个县里面的检察院去做了副检察长，就这么一个情况。结果呢，我后来我爬的比他还高一点 所以后来很多年以后，那个女孩说：“哎呀，蛮好，那个时候嫁给小何的啊，就真的，这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是没有完成一个标志性的牙签革命的啊，在这里我真的想告诉大家，年轻人啊，不是我教大家学坏啊，你如果家里没有出身啊，你这个时候你你你你你进入不了龙门的话，你必须要。” 要要来一场成功的啊，牙签儿革命，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很重要、啊。张高丽原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所以这个人很很牛逼的啊。其他的人的话，但是也有例外啊，比如江泽民，江泽民他就是没有通过牙签儿革命，但是他一不小心就是当大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上海完了以后呢，收拾了那个《世界经济导报》，哎，获得了土工的元老们的心上。 然后一下子就点中他，他等于是一个死老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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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瞎子老鼠抓住一个死猫，一个不，一个是瞎猫抓住一个死老鼠。江泽民是一个例外，那邓，胡锦涛也是一个例外。胡锦涛他是在西藏杀人，哎，一下子被邓小平看中了，也是一个例外。就是什么其什么意思呢？就在一个社会稍微有一点开明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是有可能有点机会的，但是，一旦整个社会开始变得非常的血统、非常的不开明的时候，啊，只就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渠道，就是牙签革命。啊，我今天提出一个新词儿啊，你男人都有一个牙签，你要好好的用它。 否则你在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之下，你是没有出头出头之日的啊，也算是一点人生的遗憾吧。在这里与各位年轻人呢就分享一下，希望大家成功，向张高林老师学习，谢谢。